想个屁啊！靠，还是自己盘的啊！谢。徐家汇到了，可转乘公交43路起商台路。出站的乘客，请手持车票，通过通道闸行电开口出站。到东方商场，请从11号口出站。到上海交通大学各自烟雨屋，请从13号口出站。11号口通往东方商场。13号口通往上海交通大学特里斯汀里屋。好凉。